神游记飞仙实录第32期心经。心经什么话语的？是心经是翻译啦。啊，你知我 English 是不是很艰难的？是念到话语啊，因为我去读那个汉语拼音啊。你问我，如果你早早问我那个心经咩意思，我都唔知系咩。系麦系冇，麦唔系读中文书啊嘛，所以有啲困难。啊，有啲困难啦，所以我咪，但系我知道，我知道系，我唔知我要嗰个 instinct 讲系爱我，我一定爱开始读嗰个心经啦。但系呢个 happen 好耐咗啦，边个讲啊？有几多年咗啊？I think 有8-9年咁样啦。啊！我有同你讲过我点样学识读，学识点样背嗰个心经哦。你再讲下，睇有冇印象？啊！因为你知心经心系华语噶，系即系翻即系华语版本咯。华语版本啦。OK， 所以我咪开始读咯。所以我读，哎呀，真系背唔到，你知冇？所以一个两个礼拜啊，哎呀，我想去背，因为背到一半系咪我就唔得咗，你知冇？背唔到啊！背唔到啊！系啊，因为大悲咒我细细个就背，所以因为 I think 细细个背好啲啩 ，I think 大咗30岁咁样就艰难啦。所以我咪望上天，我同观音讲：观音，你教下我心经点样啦？因为我唔知我做咩背唔到喎。所以我读咗一个两个礼拜背唔到，所以第三个礼拜啦，你知发生咩事冇？系，都无端端我瞓觉啦，瞓觉一半夜晚黑啊，唔知系咪一差唔多朝早咁样啦。我自己起身系咪？系，我攞嗰个观音嗰个心经啊，我打开个观音嘅心经，哇，无端端个观音嗰心经嗰啲字啦出嚟，你知冇？吓！我唔知做咩会咁样啦，现实啊！我就啊系啦，我真系瞓紧，因为我差唔多朝早咩5点几咁样啦，阿丁我起身，阿丁系5点几啦，我唔知啦，所以我起身我咪一半醒啊，系咪？唔知喎，我无端端我走去 living room 嗰度，我打开我嘅心经啊，就我打开嘅心经啦，嗰啲字啦，我望到一字好大啦。佢跟个书嗰度出嚟啦，中文字入我个心，你点讲吓？吓，你见到咁嘅嘢啊？哦，系啦，你讲呢个几时发生嘅？吓，阿丁要8-9年啦。你有冇发梦嗰时？阿丁，我冇同你 share 过吓。发梦定系发梦定系真实嚟嘅？唔系发梦喎，真实嚟噶。我真系行咗，我真系自己行出去嗰个 living room 嗰度。你讲发梦又唔系啊？吓！等我醒咗做咩？我就喺 living room 嘅。但你睇多个，你睇到多一个空间嘅嘢啊！你嗰字入咗你心啊？哦，飞出嚟啊！心经字啊！哦，真系我唔知做咩。会拍片嗰啲 effect 咁喎。一半醒系咯，直情咁样一半醒咁样嗰啲心经啊，入咗我心咁样啦。正紧第二，正紧 the next day 啦。哇！我就识背咯。吓！波罗蜜多天正，观自在菩萨，善心波罗蜜多师。我就识念咗呢支舞。咁神迹啊！咪。嗯，系咯 ，very weird 咧。哇，你咁讲有冇人信啊？你出边同人讲喂，冇咯，系啊，我就同你讲得噶咯，讲都冇人信。系，我觉得你话是话，因为我系 English educated 啊，嗰啲华语字我边度我都唔识。不过呢样嘢，咪系 confirm 系第二日就开始识背。哦，系咯，因为你睇啊，我因为我唔知件咩意思嘅，你知冇？系。你如果我唔识咩，你点样陪我啱冇啊？咁发生咗啲入咗你心之后咧，除咗识背，仲有冇其他嘢啊？意思咧？等、哦、我开始哦，意思我开始知道咗咯。因为我念心经，我知道啊，我知道观音话同我讲咩咗，包括埋意思都知啊。成段经文系啦，系、啦。哇，唔系呢个发生咗啦，系嗰个众生。你记得有一次嗰个众生嚟问我。教佢点样读心经啊？哦，你教佢嘅系啦。啊，你咪有一次我咪分享，阿丁我讲，我瞓觉时候有一个灵魂哦众生飞入我个房，佢讲佢咪拜我系咪？讲我系观音菩萨系啦系啦有。啊，就我讲，哦，其实我唔系，我叫你起身，我唔系。就我讲，我系学观音经啦，我系读观音经啦。就佢讲叫我学嘛，啱冇？
走我先教得佢咯。你话冇你话佢念错咗嘛？啊，系啦，见念嘅时候系念错咗嘛，所以我咪教佢咯。哦，所以我而家谂啦，如果嗰阵时如果嗰个件事冇发生啦，我都唔识点样会教嗰个众生，因为你灵魂出嚟嘅时候啦。灵王啊，你灵魂出嘅时候系用心嚟做嘢，唔系用脑，你知冇？你脑其实谂唔到噶。你如果开始谂啦，用你嘅脑嚟谂啦，你就差唔多一半醒咁样啦。通常啦，系灵魂出气啦，系用心做嘢噶啦。我觉得系咁样啦。嗯，哇，呢、這个有啲深奥喎、啊，好难去体验喎、啊，普通人嚟讲。Yeah， 所以观音咪讲啦，嗰、那个心经啦，其中即系无眼耳鼻舌身意，即系话冇眼冇鼻冇耳仔冇口冇身体，就用个心嚟感应啊！感应啊，可能系心灵嗰个深处啦，我谂系啊，系咯，系啊，系用心嚟交通咯，即系佢系咁样简单理解嚟讲，佢系排除肉体 之外的东西的。啊，是的，是的。可能是个灵那里那个思想啊思绪的了。就没用大脑了。啊，是的，是的。如果大脑来讲都是算是肉体的 part 来的。但是意识啊。但是那个心是会 affect 我们的 consciousness 啦。就是如果我们人啊。是做人啊。怎样都好啦。那个心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头脑啦。啊、哇，好似去咗唔知吓、啊，第七色、第八色左右噶咯。我唔知道、啊，因为我好多，因为我要有时啊，嗰排啊，我要去过嗰啲啊，你嗰啲 Buddhist 大妈 religion 啊，大妈 talk， 佢哋讲我又明白，你知冇？即系嗰啲师傅嗰啲 talk， 哦，系啦，好多嗰啲 talk 啊，之前我佢哋讲心经，我真唔明白你知冇？但系啊，今次如果开咗个心嗰个书啦，入咗个心啦，我就明白咗你知冇？哎呀，开咗窍喂！哦，系咯，呢个好神奇喎、啊，咪？嗯、啊，所以我先至会识到呢个心经咯。心经嚟讲都算系比较小字噶啦。比较简单的经历嘅，算系啊，系啦，好简单。哎呀，睇 even 都几简单，但佢好深噶。系啊系啊，啲经文真系好深嘅嘢嚟噶，咪经文好深噶。嗯，阿丁睇下，非常之有趣啊！呢一段嘢，咪哦系咯，我冇同人讲啊，就系同你讲啊。呢个好不可思议话是话吓，因为如果我同人讲，我哋边度会信？边度会信啊？啱冇？我相信。观众都好多都唔信，都怀疑紧。冇错啦，如果不过怀疑都啱嘅。如果你怀疑都系啱嘅，冇错啦。你信自己。但我咁讲咯，麦有时你我哋都唔止系麦嘅，有时我哋听众啊想分享啲嘢咧，其实都好多顾虑嘅啊。啊，你哋应该啊要鼓起个勇气啊，有时真系。又想分享俾人知道，又惊人哋怀疑，即系呢样嘢就是。因为好多事啊，我都唔知啦。好多事嗰啲发生喺我身上，我都解释唔到咯。非常之不可思议啊 ，Mike。系咯。阿丁，我系啦，我冇其同其他人讲，就系同你讲。O K 喎，我觉得我同有一班朋友真系好有兴趣嘅呢样嘢。啊，哦。系系。Okay。即系我谂住下次咧就另一个有啲嘢系可以讨论翻嘅，即系下次我同你讨论啦。即系你经过嗰啲事咧，有啲连接性嘅嘢嘅。哦，系啦，系啦，系啦，咁样讲，咪下再同我哋分享系边一个 part 嘅经历咧？边一个 part 咧？啊，我讲咩啊？我记得阿讲嗰个咧，嗰啲神掌嗰啲山坟系咩啊？叫做咩啊？山坟啊！啊，你如果你爱拜墓碑啊，啊，如果你爱山坟系嗰个 graveyard 啊，系山坟头 啊。如果你爱拜墓碑，你一定爱下边一定爱拜一个神噶。嗰个福德正神啊，应该系咩啊？大概好似土地公咁嘅样嘅。哦 ，OK， 我唔知道噶，你知冇？所以我同你讲个 story， 因为叫俾嘢俾我啦。我啊，有一次我灵魂出气啦，系喺个山坟嘅。下期精彩。
神游记飞仙实录第33期福德正神。